因为你今天出结果了。我晒一下，等一下。现在自己被晕到48页，不是跟他爸一起在他们去。他再一次强调，我们不能出去。没事。这个不上。不是，它少了一分，永远都是少了一分。我明白了。小鼻子夹。这是什么？好，我去那边呗。好热。
姐姐。对。大家来到肥肥的直播间，今天直播间的内容是我们玩一下你画我猜，你画我猜，定全你下架之后，如果你选题同最后一字就可以咩？咁恐怖咩？未玩过呢个新玩法。有周杰伦的歌哦，我们就选这个房间了。我没有选。雪，我在。打开电视风扇。不行。我听了，能再说一遍吗？小爱同学。哎。打开电视风扇。正在为你打开电视。哎，有点鬼用。人不在吗？人不在。小爱同学，打开电视风扇。我搞不懂你们是谁。你知道？我给你放放我呀。没点到。
一样的，都是大闸，就是电脑卡，跟这个一点关系。他这个游戏不知道为啥就轻一点。传来传去的，是吧？葫芦娃长啥样？葫芦娃。没事。什么？让波儿买这个两个。啊？那你叫加多宝买一下呀。
我不选。那你不玩。那我。下播呢？下播玩其他。下播了，你下播呢？下播，下播打 DOTA 呗。有什么游戏还可以？你问你嘴嘛？没人上呢。你在西班牙问一嘴，没球玩一下这个好不？好不好嘛？我帮你问一嘴呢。你说我女朋友问，不是你老婆问要不要一起玩？我都不介意人家知道我的画工呢。你是不是嫌弃我画画呢？不是，就是说会很丢脸的、啊。为啥？不然你不会不说。反正妹的。我都问你问咗有人玩嗰阵时咧，话肯定唱你十几年。唱过唱。我觉得个萝卜唔靓啊，都唔甜嘅个萝卜。是有甜，一般般。系咯，晒咗我啲猪骨。人哋话要冬食萝卜，夏食姜嘛，咁样咪煲萝卜汤咯。解谜呢可以 ，DOTA。哇！干啥呢？哇！点一下而已啦，用不着这么，用不着这么凶啊，是不是？怎么你停了直播没呢？点啥？啊？我点了个，点了一下 DOTA 而已。熊熊熊熊，诶，点解仲录住音嘅？未下播呢？还没下播的呢。哦。那我这里能不能退了啦？你下播啊？不是，我的，你的 Steam 能不能退掉？因为你这里一直录着我音哎，你看。跟 Steam 没有关系。点一下不就行了？没事。Thank you.